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三，我们今天又来到东涌了。今天我们的脚友李 Sir 伊人，我们今天去360栈道，由这边前面走出发。我一如既往又经过这个这条单车径走出去这个东涌警署那边。头一段路呢，无论去东涌大澳啊、黄龙坑好啊，抑或是哪里好呢，都是一定经这条路了。好了，穿过隧道，好了，到东涌警署了。到这个来到行人天桥了，又是见到右手边的日东村。23分钟之后呢，就到这个指示牌东澳古道那边猴王宫。好了，也是继续来到猴王宫这个位置，前面就是公厕了。是啊，前面呢就看到这个360栈道第一个山坡的吊车位，这吊车呢鱼贯地上上落落，上这个山上面的塔位呢大概1200级石级到了。好了，今天来到东涌猴王桥了，又这条就是东涌了。现在水涨看不到退水，如果不是泥滩来的。今天天气比较蒙，凤凰山都遮了一橛。好了，来到这个位置，前面就准备就上山的位置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正式进入这个360栈道了。前面就去东涌至大澳，就去大澳的。再上去到斜那里，不是顶，不是这个顶。是，我知道，斜打横那里嘛。明白。好啊，今天这条上了。我们走了35分钟来休息，现在要开始正式进入入山位。上级走了大概20分钟多一点，上到这个位置刚刚走了800级，可以回望东涌的市景了。看到东涌那条桥，看到这个市中心那边，再看埋这边日东湾、日东村。今天天气都蒙一点，大东山都很蒙，被云遮了，凤凰山都是。看到下面石门甲村，这人上来了。来到我这个位置就是800级，总共上咗880级咧，就到呢个瞭望台啦。景色同下面望冇乜分别。嚟到我而家所在呢个位啦，啱啱行咗1000级，咁啊距离个缆车塔有几远咧？仲争少少，上咗1200级松少少，就嚟到呢、这个缆车塔站啊。上到嚟呢个塔顶咧，足足1300级都有多啊！咁足足行咗40分钟先上到嚟呢个顶。啊，对面都乌云密布。我哋而家继续向前面呢度进发啦，一条山路一路上吊车，绕过呢个山。小休之后，继续向呢个楼梯进发，向前面那边上啦。喺呢度咧就回望翻头先喺塔顶落嚟嘅位置啦。
上第二段的波的途中，再又要上楼梯级了。又再回望第一个缆车塔，咁啊又离远咗啦。好啦，又见到 A 人出现啦，咁又嚟到啦。而家仍然都喺上紧第二波途中。天气转变咗，忽然间想落雨添。而家落紧啊，微雨啊。前面大雾迷离一片啊！有啊，烟雾迷离啊！哇，又落雨又大雾。哇！头先倾盆大雨，一大段时间都开唔到机。而家转转转转，应该已经嚟到差唔多最后嗰一 part 嗰个位置噶啦。洗完一个就大雾迷离之下，仍然都好鬼大雨啊！啊，系嚟到呢个中转站嘅最后，开始落山啦。不经一觉咧，我哋都行咗一小段啦。而家就嚟向住大佛嗰边去，但系仍然都系落紧雨，同埋相当大雾。今日都抱歉咧，都拍唔到咩嘢噶啦，因为影边度个样都一样嘅啫。系啊。好啦，行到嚟呢度，咁啊不經不覺咧，相信仲有大概我估量咧15分鐘到咧，可以出到去大佛嗰個市集噶啦。咁啊，而家天氣稍微安定啲，冇雨乜滯啦，但仍然好大霧氣。咁啊，四野都無人啦，今日。頭先啲雨啊好大，全身濕透啊，又冇地方避。不經不覺咧，我哋鳳凰徑呢度行翻出嚟咧，已經到翻鳳凰徑出邊呢個市集噶啦。但由於太蒙嘅關係咧，20公尺以外都睇唔到，因為出翻嚟馬路前面，根本上前面呢個就係市集嚟噶啦。但係就乜都唔見，喺前面咁大霧籠罩之下咧，一嚟嚟到呢度就有個入口啦，入翻嚟咧就係昂坪市集啦。经过了一轮大雨大雾之后呢，我们出回来市集，行完今天的行程。我们现在来到满记。哎呀，哎，真是惨了，刚才很大雨，我们避雨避了很久，行都行不到。现在我们在市集呢，就行去坐回巴士落回去东涌了。大家仍然在落大雨，又继续。好在有李 Sir 把遮顶住一阵，不然都不得掂。好，好。啊，咁啊，依人就冇遮啦，系。嗱，雨嘢。好啦，各位再会，下期再见。